我覺得今年我推出三首歌啦，呢三首歌其實總括我自己覺得好似一隻抗生素嘅。大家聽完之後，無論你係一個點樣嘅情緒都好啦，你聽完之後都會有一種可以防止減低你嘅唔開心、你嘅負面情緒再發生嘅一個感覺。今年其實總括都係想喺短短一年之內可以盡可能都可以展示唔同嘅一面盧瀚婷俾大家睇。音樂就好似我哋嘅好朋友咁樣，你就算高低起伏，或者你係開心定唔開心，你每一個時候你都會好想揾你自己嘅好朋友去分享，你都好想你有你嘅好朋友去陪住自己嘅感覺。咁所以音樂係對我哋嘅人生係好緊緊連係住。